我昨天也是玩了个白起，玩了个白起，我以为白起双杀贼牛，后来真的是被马可按在地上锤，在疯狂风筝我，是吧？我今天我再玩一盘白起吧，虽然我很想打一把中单貂蝉，但一看这都是中单，应该是不会让我的，好吧？我再打一把白起，我看看黄刀白起还能不能玩。还是给大家推荐这种稳定上分的，就是不用动脑子的。我跟你讲这个游戏啊，按目前的走势来看，好吧，按目前的走势来看，你就是有些同学会问一楼选哪些，选哪个路是最好的，好吧？你一楼你选对抗路是比较好的，因为你整个游戏对于对抗路来说，它可能影响的比例不是那么大，懂我意思吗？你前面选了容易被针对，但对抗路的话，就是你两个孤独的灵魂在相互碰撞，它对团队来说影响没那么大。但凡你选个坦克，就算你线上崩了，你作用也是很大的。就是一楼、一二楼选对抗路是最好的，懂我意思吧？啊。吕布不香，不行。昨天白起被别人锤了一波。我今天想继续黄刀，你昨天那个双烧白起，哇，那是各种大不到人，别人稍微灵活一点，你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好吧，你搞个黄刀白起，黄刀一按，那是马不停蹄的跑，你还怕你大招大不到人，是不是？兄弟，你迷路了。懂吧？抢不过肉刀，那就让他抢，好吧？这个猪被砍了一刀。昨天白起也是被八戒打爆的。我只能尝试一下啊，尝试一下。啊，这好家伙！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啊，这高达，来，哎，不合适吧？嘿，哎，怎么说？啊，抢着是鸟，抢鸟，你错了没你？你错了没？哇，你还挺花里胡哨的呀。别打了，别打了。还好我们这个打野是个鸟人，是吧？打猪还是打得快的。完了，我喂了他一波经济，我这不是成了他的好兄弟吗？你啊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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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，是吧？我大着玩。好吧，没想杀他。去哪呢，姐？你去哪？你去哪呀，姐？黄刀，还依旧是这个版本的答案啊！兄弟，能不能别抱着我吃了？我错了，好吧。他抱着我吃，我出了个黄刀，相当于有点辅助的那个味道。我们推得掉吗？可以，拿命换了他。都到这里了，再不换受不了了。白起带吸血铭文怎么样？肯定不行啊！我应该最后一下不扛了，大招出去了，但我生怕这个鸟，不是这个鸟在下路吃爽了呀，老哥。我原地开大，你这不是闹吗？哎，闹得好，牛啊！
直接好家伙，我这手惩戒，这是灵性回拉，这是小赚。哥别跟着我了，我错了，好吧，我这个黄刀直接把我经济拖成这个样子了。哦，我经济好像跟那个一样。他在浪惩戒大招，怎么说？他是不是很兴奋？注意，开始撤退，快受游动。你真没想法吗？哎呦，他不浪的，那我就下路跟猪玩了。来找你了，猪！别别别！打我打我！又在跟这个八戒嬉戏。相互喂饭。哎哎哎，牛啊，哎，我要做反伤甲是不停的让我做什么在。OK，下路继续。有惩戒用啊，这个惩戒很快。永夜守护。你是不是闹？好像不怎么赚，好拉扯。好好，公孙离4400。双烧啊，别双烧了，昨天玩个双烧真的谁都打不了，不灵性双烧。这个猪不停在偷野怪，来，今天谁退后一步算谁输。你能回还是我能回？哎哎哎哎哎，牛啊牛啊！这什么呀？下路塔。这个肉是真的，完了，他跟我站在一起，我又在给别人打工啊。这不拿捏。
这峡谷电风扇的力量。永夜守护，你还挺任性的呀，八戒，你还挺任性的啊，任性错了没？回家再搞个不死两只眼，好吧，在人群之中疯狂转。现在他们最有钱的是双烧八戒。哟哟哟，把上路给推了吧。灵性了呀。等人等人等人，嘿，你过哎，他怎么是打的这个呀？哇，这一波娜可露露不灵性了呀，我以为他跟我盯着一个单位，他太让我失望了，真的。杀猪了呀，怎么按个惩戒飞快的跑。来了来了，八戒哪里跑。哎呦，我跟他站一起好难受啊，我直接补浴火之怒了呀，不然我一天到晚跟别人一起刷兵，我在帮别人打工啊。哎，别别别别别，哎别，赚死你，这波不是黄刀起好。哎别按钮，别怕别怕，电风扇完了，我没了，我一大，哎呀呵，哎，这一波是坦克大战，兄弟们，怎么有灵性转两下，转两下说不定就活下来了。谢谢秋风徐来，等我不死鸟之眼一做好吧，兄弟们。一般来说会先做不死鸟之眼的，但实在是被别人蹭线蹭的我太难受了。他打不死我的。这必须卡他位置啊，让他不敢过来输出，骗他技能，对不对？你哎，哪里跑？那跑？这不是螺旋转？你跑？这就是电风扇，都给人拿捏明白是吧？我一大直接要他老命啊！这小小脆皮，那我没办法呀。
结束了呀。嗯，他以为我会大上去，是不是？他就推了一手，他推了个寂寞，我没过去，然后反手跳他的伞，他炸了。嗯，哎，这边坦真的是好赢，真的是选边坦，好吧？边坦的快乐，你能懂吗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